哎，蓝湛，你干嘛？心出恶阻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都到腿根儿了。 该合作安息了，好好追。 真是为难你了，当时忍了这么久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？丑调子听惯了。 这些天，我从没有见到过他像今天这样急躁的样子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了。是你身上的东西。恶阻痕。这恶阻痕是金灵在石堡被设下的。这剑灵对这恶阻痕的反应如此强烈，是否说明？ 难道说，聂家的祭刀堂就是这个剑灵要带我们去的地方？